兄弟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是小婉吗？是我呀，怎么了？是你上次买的手机有问题吗？没有没有。啊、哦、啊、哦！我现在想重新买一台手机嘛，有没有13 Pro 啊？哎，你不是才刚买吗？这么快又要换手机了？这不是刚换手吗？钱都被人给跑了，我就想玩这台一次换一下。你上次买的是一台12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啊、哦，那应该现在能值个一两千块钱。我那天你换一台13 Pro 啊？13 Pro， 你得加点钱呀。没关系嘛，我还剩一点私房钱，没办法，其他的小费。哎呀，兄弟，你这也太可怜了，我今天也不赚你钱了，直接给你加点跑腿费，就给你找一台行吗？啊，可以可以。行，我给你找台最好的，你等着吧，兄弟。Hello， 兄弟。哎呦，在外面呢，这么伤心，在外边吹风呢。没办法呀，这不等着你给我找手机吗？找到了呀，你要的那个绿色的这个 iPhone 13 Pro， 电池我给你找到90的，已经是最高的了哈。像这个3-4年前的机器，基本上都是80几的了，好不容易找到个90的，给你看成色，成色特别好，你看一点磕碰划痕都是没有的，怎么样？这个小边框，而且6.1寸这个大小，拿着特别得劲儿，单手去操作它，平常拍拍照，等你再找下一个女朋友的时候，给她拍照什么的，这个手机都嘎嘎顶的，肯定能出片，可以吧？行行，那这个的话就给你2000多的一个价格哈，然后你那个手机不是要置换吗？等你寄过来之后给你质检好了，你就补下差价就行了。嗯，好，没问题。那我就给你晚一点带上壳膜什么的配件，我多给你带点配件，什么耳机什么的呀，多给你带两个。嗯，好，行行，记得给我单号哦。好好，一会儿给你单号，到时候给你发就给你单号了。祝你早日再找到一个适合你的，别太伤心了哈。